呀！你别过来！哎，往左点啊，往左点，歪了。哎，往右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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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以。别听他的，他眼神不好使。 我眼神要是不好使啊，这会儿就不会在这儿了。就这么贴。师傅，贴好了。师傅，这样就更像个家了。傻小子，看把你乐的。喜欢贴呀，就慢慢贴。这满满一盆浆糊了，每个屋子都得贴。你师叔啊，看那个卖窗花的姑娘，是个小美女。 恨不得把人家一箩筐窗花全买了。师傅，这么多啊！程玲，不是师傅，不想帮你。师傅爱莫能助啊。程玲，别学你师傅啊，好吃懒做。新年伊始，得把家里啊打扫得气象一新才行。好。吃你的瓜子儿吧，就你油嘴巴巴的。 那倒是学不会某人的富贵命哟，程玲，这小子，过来。啊，拿刀把鸡宰了。啊，师叔，你让我宰他？ 难不成他宰你啊？快点，鸡得多炖会儿才入味儿。师叔，你给我分配的别的活吧。我实在不敢。鸡都不敢宰。你们师徒二人整天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好吃懒做，感情是讹我来做奴才的。我不管，今天年夜饭啊，你们必须得动手。哎，我动不了手啊，那只能由我徒儿代劳了。 师傅，救命啊！阿旭啊，你收的好徒弟啊，连鸡都没杀过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啊！那是福气，他师傅占尽世间风流，唯独缺点运气，正好互补。<笑>